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那个有一次一样，我是到处去表演，然后就搭高铁嘛，就买票。那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上高铁的时候，要不赶快工作，要不然我真的很累的时候，我就是期待买那种不要直达的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睡比较久，知道吗？有时候直达一到，哈、啊，怎么就到了？就这样，然后就坐到最靠窗那边，感觉就在最里面最隐私。然后一进去了以后，我就打开我的电脑，就开始工作我。这个网络上面 YouTube 一些的影片准备要上架啊、这个影片的事情就这样。然后那天状况是这样子，下一站之后呢，哎，就有一个男生，大概30出头，然后高高有点胖胖的，他就坐在中间那个位置，我就觉得很矮妞。然后没关系，他也坐了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就继续工作。那他也是戴上耳机，他就把这个板子摆下来，就开始自己看手机，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。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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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没事嘛，你也会稍微瞄一下人家在干嘛，对不对？这不瞄还好，一瞄就尴尬了。他在看我的影片，这个巧合几率也太低了。然后我就开始在想，哎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突然做什么都变得很不自在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想得到吗？我现在正在弄我自己的频道的东西，然后第一刹那就是，先关掉好了，要不然他就开，整趟我都不用休息，不用工作啦，对不对哈？一定是要把这个东西先盖起来。可是盖起来我就、糟糕，不知道做些什么事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就先拍一张照啊，然后就这个上传 Facebook 跟大家讲，现在有件事发生了。啊、旁边有一位就在看我的影片，就这样在线上等，怎么办？这不该怎么办哈？哇，你们这些网友讲话都很不负责任的，每个人哎呦太有趣了吧？下面说跟他相认啊！问大家，如果是你哦，如果你在看我影片，假设你很喜欢我，然后呢，我如果坐在你旁边，我发现了我在你旁边，那你在看我影片，你会希望我跟你相认吗？会的请举手，会的请举手。看看旁边举手，跟他讲说自己去认欧爷啊！你跟他讲，自己来认我啊！我多尴尬，我在旁边总不可能，太北气了吧！我哪有这个脸，脸皮多薄，我还怕他怎么样？更耍小，正在看片，你们要不要吵？对不对？哇！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我本人。然后呢，一堆留言，哇！一出一堆馊主意啊、哦，说什么说跟他讲，跟他讨论啊，难道比较好笑啊？是像话吗？总不能他笑一笑，笑我说，不对，笑点还没有到。这个有铺陈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说讲，突然在分析了，这边重点，那不可能，不能干扰人家嘛，对不对？哈。旁边有人说有啦，你就跟他讲啊，如果我坐你旁边，你跟我相认，我很开心的。等等之类的，可是我就怕不认识我，而且你最在乎的，其实哦，不是他有没有认出你，而是他有没有笑。好在乎这件事哦，然后那个等的就如坐针毡，你知道吗？好几个我以为的笑点，他就没有笑，我就然后我就会容易自我检讨，这段 OK 的。然后又没有、怎么又没有？然后一段笑，不对吧？这什么？就很妙，整个人心情一直起起伏伏的啊、他以为看他，我们再看下一篇，就这样。哇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心情上已经受到干扰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说啊，那怎么办？就每次就再看看网友，这个哇，留言已经一大堆了啊，留言一大堆啊，有一个最北七了，他跟他讲说哦，你就。跟他讲，太智障了吧！不要说在高铁，在哪边欧耶都很智障。我真的遇到很多人在路上看着我，我一整个人，我超后悔，我每次一开始都要讲欧耶。但没办法，就已经变成一个 sign 了，一个很棒的感觉了。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个欧耶，一打开以后，整个人很像一个 Y， 就是个 yes， 开始对这世界说 yes 这件事情。可是，在这状况之下，哇，你欧耶会打到旁边的人，知道吗？
啊，满天满月的哈 ，OK， 我可能就永远下不了站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那张浪我就怎么办？最后只用一个方法了。好，那天真正状况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装，我就装睡，对，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很尴尬啊，有人就装睡，装睡呢，我就看不到他有没有认出我嘛。就算是他有认出我，我最多哈闭眼，他就是叫哎哎哎哎，好，最多偷拍就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哎、欸、听听看有没有啊偷拍的声音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发现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想哎、欸、有发现吗？发现怎么办？如坐针毡啊，然后到最后，哎、欸，那天我到台中，台中到，就这样子啊。接下来我想说啊，如果他先出去的话也 OK， 结果哎、欸，他好像没有动，他没有板子没有动，这麻烦啦，板子没有动，你就要起来借过是不是会有一些交流嘞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借过这时候，哎、欸，不怎么看他，借过他一看，哎、欸，欧爷拽，大头阵，很麻烦。可是如果看他借过一看，哎、欸，认出来，哎、欸，糟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边欧爷不是很奇怪。更尴尬的是，一看借过一认，哎、欸，还没认出来，更尴尬。我就是这种内心小剧场很多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糟糕了，快要到台上了，现场你倒是起来啊！你不起来，我怎么出去啊？哈，我真的超纠结。然后到最后已经好吧，慢慢的收板子，这是我们提示，有没有？啪！意思是老子要出去了，收东西砰砰，老子要出去了。然后我还这边，老子要出去了，完全没有动作，想、啊、这没有礼貌家伙对啊。结果到台中大楼，结果我一站起来往这边过去，这要讲借过，妈的，这叫睡着了。我刚刚在忙什么？那我只能就是把他那个板子嘛，弄开这样过去，啊，靠过去这样子的，还蹑手蹑脚的过去，还记得吗？我是做 C， 对不对？然后过 B 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 A 嘛 ，A 没有要下车，感觉啊，不好意思，借过 ，A 倒是跟我四目交汇了，他说：“欧爷老师，那天真实状况是这样。”然后我被叫了，我就傻了，哎，你，他说：“你刚到底在忙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从一上车就看你坐在那边了，我整段挣扎他都看在那边了，他在干什么？真的是哦，还有他没有在我那边留言，想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哇，超美男的。可是呢，看那刹那以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下真的一直想怕惊动 B 位那个。”然后他告诉我：“欧爷老师，你知道我当下反应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那我怎样？其实我再一次，我好想跟他讲说，没有人认错，我董志成呢、啊。那边还有人点头、欸，哎，超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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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哦”